酒会开始，谢主席先向40位资深优良教师代表和10位退休教育主管一一握手致意，接着举杯向大家贺节，同时以轻松的方式跟大家闲话家常，不分彼此，使整个会场充满了快乐的气氛。这个酒会也准备了很多吃的，大家一方面喝酒，一方面吃着自己喜欢的菜肴，同时又有国乐队演奏国乐，真是其乐融融。这个酒会前后达1小时才结束。